你说这大熊猫和猪，它同样都是好吃懒做，可是待遇怎么差那么多呢？那生下来被人伺候，生下来揍别人，那能一样吗？那你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？你还让不让人活了？你不活得挺好的吗？活学的时候摇摇快活，干活的时候学死命活的。那我就想实现财富自由、生活自由，有问题吗？那你现在不都实现了吗？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，该睡睡，想不买啥就不买啥，你咋还也不知足呢？不是，你真是干啥啥不行啊，抬杠第一名啊！我明明可以一个人活得潇洒，却偏偏在这跟你浪费时间。听你说话咋像变了葵花宝典似的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阴阳怪气的呗。我现在变成这样，你有很大的责任。你不要总打击我，你要相信我，是金子它永远会发光的。发光的也不一定是金子，还有可能是电灯泡。你看见这根筷子没？掰断。你看见这十根筷子没？再掰断。什么道理明白了吗？不明白。你不要总是挑战我，不是嫌弃我懒就是嫌弃我丑，然后还天天提醒我，咋的？你怕我忘了呀？那我脸谁像你吃的？你总指挥我爸总干活。那我让他干活不正常吗？再说了，你五道题错四道，你有什么资格嫌弃我呀？那你不应该安慰我一下吗？我还安慰你？来，假如你是我，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安慰你。我会说，妈妈没关系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哎呀，你还知道这个呢？那如果我下次还是没做好呢？没关系啊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下次努力就好。我，你还挺有道理是吧？那我还是没做好呢？那你就是遗传的事儿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你俩干啥去？出门啊。不是，你俩出门怎么叫我呀？外面风大，万一我俩都被吹走了，你没被吹走，多尴尬呀！我就在这好好待着吧啊！不是你那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看一下姑娘，这什么？喂，妈妈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刚刚安装的小莫可视门铃啊。那你不让我开门呢？你们俩不是愿意在外边待着吗？你们俩就在外边待着吧啊。哎，你俩怎么进来的呀？我有钥匙，你安的门铃这没换门锁。我安装这个门铃啊，是避免你自己在家有人敲门的时候你会害怕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在外面又能看见家里，这样真的安全吗？不可能，怎么可能看见家里呢？不信你去试试。行，怎么能看到里边？这不能啊。喂，妈妈，这也看不见呢。那可能是我刚才看错了吧。我，那你给我开门呢？你能不能别让我开门学习？放学你不接，学习你不看，你想干啥呀？那能怪我吗？书上说让他用有还有造句。我造了。你咋造的？我错，妈妈做的饭真好吃。我问妈妈还有吗，妈妈说有还有。这是造句啊？夸你啊，这都不算啥。我告诉你，人家又问什么是混血？你这是混血啊？我怎么能是混血呢？中国国籍，俄罗斯脾气，美国作息。你不是混血，你是啥？哎呀，我你现在还不叫混血？喂，妈妈问问你，你说你长大了能不能有点什么理想呢？比如穿上衣装救死扶伤，穿上军装镇守一方。有啊，登上三轮车。换旧冰箱。你俩别玩了，你俩陪我下楼呗。这黑灯瞎火的，下楼干啥呀？不是，那白天不让出门，晚上也不。
你让我啥时候出门啊？关键是天太黑了，我怕你出去回不来。说话呢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我还能出去回不来呀？那我考考你，你说三遍牛奶。哎呦我，牛奶牛奶牛奶，你再说三遍豆奶。豆奶豆奶豆奶。你最喜欢吃什么？牛奶。别发呆，你再来一遍，这个不算。你说一百、二百、三百、四百、五百、六百、七百。哎，一百、二百、三百、四百、五百、六百、七百。一百后面是什么？二百呀。妈妈，你还别出去了。这咋的？一百后边不是二百吗？101呢？这智商，我真怕你回不来。你再问我一个，我肯定能答上来。那好吧。我问你个简单的，一和三重叠是什么？二。这还是咱们锁上去吧，看我妈一会儿走丢了。哎，不是，那一和三重叠是啥呢？哎，姑娘，想吃吗？想吃。那你让你爸给我买个包呗。几块钱吗？25000。我不吃。哎呀，你就让你爸给我买一个吧。那你也太飘了。工资2500，还总想换路虎。那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他风水轮流转也该到我了吧？要不你上趟医院吧，看看你这脸，还值多少钱？要是论斤的话，应该能够。不是，就你这样式的，老二出生，我说啥也不能让他跟你混。咋的呀？不跟我混，跟谁混？跟你混呢？不是跟我混有问题吗？我都混30多年了，出门基本靠走，说话基本靠吼，年底一摸兜，毛都没有。哇，那有钱人他也不一定幸福。幸福不幸福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知道没钱的人肯定是痛苦。我操，爸，快走。你敢给我妈在这儿喝心肺汤？对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啊？我就说我不接他放学吧，你偏得让我去。嗯，又咋的了？我就说，我最喜欢的东西是我妈呀。不是你最喜欢的东西，怎么能是妈妈呢？咋的？你不是个东西啊？我。还有啊，你都多大了？咋还尿裤子呢？你下次有尿，你能不能大声喊老师帮你脱裤子啊？我不想麻烦老师。那你就好意思麻烦我呗？我这跟你比呀，我都差远了。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老婆告诉我了，你8岁还尿裤子。哎呦，看来他们说的是对的，你果然不喜欢妈妈。净瞎说，我不喜欢你，我喜欢谁？那你还老婆爸爸坑我？那不是闹着玩的吗？那以前那么多次都是闹着玩的吗？对呀、啊。那这次呢？也是闹着玩呢。